已经是星期六的晚上零点，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，我困呆了，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拒绝，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去等待，没时间推开电脑，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，灯火通明里散落着有缘年轻人，那老生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，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，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，前排书架前有半张侧脸好清秀，他轻摇嘴唇读书那么投入，我瞄了一眼他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，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，我愿为你写出一首小诗，飘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，西马拿几本书分两下鸳鸯纸，你看书还是看我，眼神里求知欲多，心里燃起了烟火，想说什么就勇敢说，你看书还是看我，眼神里求知欲多，心里燃起了烟火，想说什么就勇敢说。我想哒哒哒哒哒哒哒话，但有一种莫名的包袱缠身，会不会有如斯文上不上轻浮的人，你轻易从身边走过，香风缭绕，这条裙子显出你裙子的曼妙，也没有 CD 书店二层有卖 CD， 你踏上电动扶梯我紧跟了上去，你听着音乐不经意的哇一声，我的神魂顿时比你在身还要跌倒，是农场百草比我高不高，你对我的单身症好像有奇效，落地窗外的夜色已成飞飞，什么是飞飞，心已经飞飞，你是中心我是圆规，那条长腿三百六十度在你周围，请你看看我的娇美，你看书还是看我，眼神里求知欲多，心里燃起了烟火，想说什么就勇敢说，你看书还是看我，眼神里求知欲多，心里燃起了烟火，想说什么就勇敢说。就是你从收银柜台排队买单，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，心里想的时候研究一下你的口味，可眼前的问题是没有联系方式，该怎么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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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，真的要完蛋，眼看你付完款把书装进包里向门外快步走去，我终于下定决心打不留情拽着出去，上空间清新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深夜刚下过雨，你已不知踪影，傻傻的懊悔之余，还是感谢你生活里让每天需要惊喜，有时间还要再来多买多买一些书籍，书中搞不好没有黄金屋，这种素颜如玉可书店不